小嘟嘟。好，小峰，我去告号嘞。走开点喽，你们！爷爷，走开，你们！那个我有点慌。过来，姐姐。喂，那个。要找个帮手，你那个才行的，我跟你说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那个我怕去你个土，我怕发机器都要发一烧五百号。带到去的他谁？杨忠强。我们请个帮手来嘛。一来。哎呦！不行哦，要找个帮手才行。要得活活的。你看得到啊，那哈。哎，果然好摇嘞！你肩也这么大，是不是？肩压怕都不打，柴油机必须枪要以前要实实的看到过的噻。那那只手打肩压，要摇去，要转下打到那块儿的。刚才我们啷个都摇不起。刚才说找个力气大的人来帮忙。力气大的，力气大不打那肩压。要来要上那个摇杆儿来，我再来过会儿来。越少不能更好摇喽。两个人的。原来那会儿要捏到那个东西。啊，这是摇到那杆儿，俺摇的。我看到没？皮带是有点长的哈，是有点长，有点松，调啊。现在这个机器啊是搞懂了。现在地里面红薯还没有挖完，等把红薯挖完，然后我们就去地里面耕地了啊！我先弄上去。